小孩不能看的穿帮镜头，周冬雨身材吸睛，火凤凰们露了傻。有时候影视剧中的一些穿帮镜头实在不忍直视，不知道是导演真的没发现，还是悄悄留给观众的福利。最不能忍的是女兵们的肚子的赘肉，在印象中女兵们应该是英俊潇洒，但是火凤凰们却一个个非常圆润，只能说生活太好了。三，拍摄过程中演员的一举一动都会被摄影机拍下，而有时候一些不合时宜的动作，导演应该提醒一下演员吧。这部关晓彤就不经意间秀了一把大腿，虽说都知道关晓彤拥有无敌大长腿，但就这样秀出来，片场的男演员不尴尬吗？五，张伯礼老师扮演的陈坤，所有的坏事，所有的战斗，都是这个坏蛋在挑唆。那当然，这个角色也是张伯礼老师所扮演的为数不多的一个大反派。但是当他被毁了双目的时候，鲜血应该往下流，眼皮上为什么会有血呢？